Hello， 我是盖伊，我现在来到了永和的福和桥公园。俗话说，高手在民间，所以我今天的任务呢，就是担任纠察队，来把这些单杠神人揪出来。我这样放眼望去，就有好几区都是在拉单杠，我们就来一区一区去看一下有没有神人出没。他就是拉筋而已哦。对啊。教我一招，一招就好。我老会按那右手握啊。好的，阿内哦。大姐，你有听说过吗？这里有很厉害的人吊单杠。对啊，不知道。我去找看看好了。谢谢谢谢。刚大姐说她在这边待几年，但是她还没有看过单杠拉得很强的。这个消息是不是有误啊？那个，请问一下哦，这边有拉单杠很厉害的大哥，有看过吗？对，没有，他在那边。通常都什么时候会出现？这里有好几个拉单杠，好几个，你都还拉不过他，我拉不过他。会不会大哥也会拉单杠？我不会，但是我年轻的时候体力很强。以前在军中吗？对，军中600人，期末测验第一名嘞。600个里面第一名的，对啊，那很强哎。对啊，你现在当兵是跟你放下一样啊。现在当兵单杠哦，4下就及格了。我们那边要只有100下以上。哦，100下，现在伏地挺身50几下我们就及格。这。我们那差太多了，要200下，200下才及格哦。哎呀，大哥以前单杠可以拉几下？啊，那100下、200下，我一手就可以拉上去了，一手就可以拉上去。我在马祖那边可有2万多人，那个举重哦，120公斤，只有我一手拿3下，120公斤，然后一只手举起来，一手只举3下。他说他单手可以举120公斤呢，粗呢，直接这样举起来呢。大哥，你们都这个时间来拉单杠吗？对啊。听说这边有拉单杠很强的大哥，这样算不算强？他年纪的话，他还可以正面上到这里啊。哦，他可以这样子哦，他可以暴力上杠。现在当兵哦，拉3下4下就及格。前这样拉6下了，大哥以前当兵都拉几下？超过10下，超过轻轻松松嘛。我中间拉36下，太扯了啦，36下，你觉得我可以拉几下？3下吧，太看得起我了。哦，这个厉害，这个厉害，这个有了哦。嗯，可以的，可以的。我今天的体格也不会输你了。哦，体格不会输我，圆周啊。40几公分，现在感觉好像是一个造神运动，我现在越讲越期待。2个小时过去了，单杠神人呢？现在找说看有没有可以单杠拉很多下的大哥啊？他姓黄的，他是这边最能跑的，最会跑。真的假的？不要随便帮我乱吹。我刚在那边看他单杠拉好几下嘞，这个手就看一下。哇，你看这个就是练夹子的茧，就长这样。夹子可以算72了啦，72了。哦，这时候拉个身体健康。他是每天来的，认真的哦。反正我就是慢慢拉。哇，太高拉哎！哇，4个，哇，哇，洪大哥加油！6，哇，7，哇哇，破纪录！8个，哇，洪大哥太厉害了！9个，不可能吧？不可能10个吗？10个，哇！哇哇，拉这么高的哦！要不要看一下黄大哥的背肌？哇哇，这个斜方菱形，大小圆阔背，竖脊肌。黄大哥，我们有准备礼物要送你，药师健身活关键卡好力，对他这个送给你。好啦，谢谢你。我不客气，不客气。几岁的时候开始拉的？50几岁啊。然后现在可以拉10下。哇，拉10下可以啦，啊，但是你要连续拉10下就没办法。我早上有问到一个可以拉100-200下，那我不知道真的假的。是啊，拉我就不知道假的。今天来到福和桥公园4个多小时，因为现在天色也要暗了，所以我们决定今天就先到这边啊。那怎么办？今天大哥也没了，看样子就到下来了。
今天就由三个爆裂上杠结束这一天，我们改天再来，改天再来赌看看。后续我们来了两次，虽然都没遇见传说中的单杠神人，却惊见了活动度超好的 Deep 神人。接连两次的扑空后，于是我们决定换个地方试试。盖义，你怎么来到中立车站？我在网络上看到有一个非常强的单杠阿公，然后他会在中立出没，所以我们就直接坐车来中立。他会在中央大学啊，所以我们现在直接坐车去中央大学来跟阿公会一会。我看到单杠区了，阿公在热身。哇塞，哇塞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盖义。哦，我知道。对对对，怎么会知道？我很喜欢看 YouTube 啊，一看就看到。哇，受宠若惊。我在新北就是几个公园跑过，就是我知道，我很多都看过。单杠很强，然后没有一个力气最强。老了你肯练，肌力如果练到相当程度，像我这样拉起来，我可以停格两分钟。你可以这样子单杆拉着，然后停着，给我看一下你的手好不好？哇，你看练夹子的手，哇，我哇，背书跟他咋背回？以前还在上班的时候就喜欢了，想练就练一下，退休过后就进入状况，因为时间多，我就进入到你最强的状态。对，北北，我可以看一下你的背吗？哇，有有有有有，哇，三头肌扣背，不要把那个背心脱下来。哦呦，有没有看到大小圆、阔背、后三角？哇，被蚊子叮到抓破皮。对对对对。先让黄杯杯出几招，你会的招式，简单到困难，各一个来，然后看我能不能挑战成功。我单手拉能够撑个12秒，你不要看，加一秒都很难哎。你说这样子定着可以12秒？对，来来来来来来。他的，我的意想，你随身携带他的。76岁，从65，然后一路进步，哎，对，那就来请黄杯杯试看看。哇塞！哇！黄杯杯一脸轻松的样子。我跟大家说，这个单手 lock 的技巧呢，要特别练。你单杠拉很强的，你不一定单手，因为你会晃下来。这个动作你拉起来之后，你其实要靠身体，然后你重心要维持。也有技巧，但是我还没有完全抓到。哇！我练那个单手最近才练。单指的，单指哦，双指的话是可以拉的。哎呀，双指当然可以啊。当然可以。来来来来。好爽，好爽！喂，可以，我还停住，哎，黄杯杯自己加戏，哎，是不是可以唱一首歌了？我这不会唱歌的。哇哇，好好好，黄杯杯可以了，我们等一下还想看一下其他招。哦耶，哦耶，单杠。哎，可以，可以。你常常练的话，哈，恢复很快。啊，你不常练的人酸比较久。像我的话，对我来讲是酸爽。你会觉得啊，我昨天练，那个练，哇，太过瘾了，很爽。隔天早上起来，跟被车撞。跟被牛撞到一样，哇，好全身痛，哇，好爽，到了那种层次。比方说红绿灯看到就会想去拉一下，篮球单杠不会到那走火入魔。我在家里，我想到运动，我心里就爽，光是想到就爽，想到就爽。我年轻的时候交女朋友，哦，一个礼拜没有见面，想到女朋友就爽，就够了。黄杯杯，我看你还有哪些招？是不是会那个单脚潜水瓶？单脚潜水瓶应该比较简单，因为比较简单吗？来来来来来来来，黄杯杯现在要帮我们示范哪一招？单脚潜水瓶。好，来。哇！
不简单。但是我还没有做成功，只是说做半套，因为上年纪自己了解自己，不要做的太超过，不要过度训练啦。对对 对, 對、啊，因为过度训练你不小心受伤，对，你又不能练，很麻烦，所以还是循序渐进。那我也要来一下，你当然潜水瓶。只能三秒钟就结束了。北边是不是会 deep 会那个双杠撑？双杠撑可以，可以。哇！哇，好爽哦，好爽！喂，哇，还来啊，还来！哎，可以，哇，太爽了，太爽了！黄贝贝想问一下，有没有什么话来跟我们年轻的朋友讲，说要健身？健身可以促进身心的健康，身体的健康带动心理健康，心理的健康带动生理，这是一体的。那灵的部分要靠什么？灵魂啊，要靠女朋友。我这不想到女朋友就爽。想问一下黄伯伯，平常都跟谁一起练？平常的话，有碰到子谦就跟子谦一起练。子谦来了吧？子谦好，子谦好。哎，盖义。哇，哎，阿公。哎，是你亲阿公吗？不是啊，不是，就是有遇到，然后就一起练。对，没错。该不会潜水瓶那一招就是你教他的吧？哎，当初是这样子，没错。哎，来了吧，秀一下了吧？秀一下。刚刚在这边，子谦带来全套的潜水瓶。Searching for greatness in a sea of the dying and shameless, a sea of the aimless. I don't wanna be one of the nameless. I'ma wake up with the mindset that one day. 我知道你还有一招单杠的二挺，现在还做得到吗？二挺，开腿的啦。开腿吗？来一下。开腿。我脱了鞋子。鞋子的重量你也要斤斤计较。对，因为有差，真的有差。360度哦，可以吗？现在可以吗？可以。来了，我说来就来，因为我其实知道子谦很久，所以接肩练多久？我接肩练6年，可是中间就是有断断续续这样。跟黄贝贝是怎么认识的？当初其实就是阿公练他自己的，然后我练我自己的，然后那时候看觉得阿公很厉害。哦，连你看都觉得贝贝很厉害。真的，然后我就想说，贝贝那个重要？不重要，还是不认识的？不认识的，就不要接。对，没事，我们等他一下。等他。过点，我给。这个。啊，能不能我继续？我想问一下黄贝贝，平常都吃什么？我不随便外食，不随便乱吃。基本的话，鱼肉、鸡肉、红肉比较少吃，吃蔬果。均衡饮食。对，然后含糖饮料不喝，都很少。炸的几乎都不碰。出去旅游，我不得已要吃外面，偶尔吃一下是没有关系。这个是一个长期的累积啊。对，北北76岁，你今年几岁？我23。年轻就是本钱，很难有人从65岁开始，然后还可以进步到76岁，真的很厉害，夸张。所以我们今天准备小礼物要送给我们一杯，这个就是鱼油跟卡好力。哦，好，谢谢鱼油，这个送给子谦。谢谢盖伊，谢谢两位今天来跟我一起拍摄最强公园的单杠北北。这个企划里面最强的北北，实至名归，就是黄北北。他们这个二头肌，用力一下，用力一下。哦，公鸡二头、三头、肩膀。哦，阿公都比我出了嘞，是不是？有没有？阿公都比我出了。阿公跟子谦，哦，不相上下哎。盖伊你的嘞，真的更强。盖伊的就那个了，盖伊就平底了。哦，哇塞，超级的。谢谢。好，我们开始前，来，加油！加油！加油！好。
低消，低消。好，你们可以那个。好，一、二、三。好，那大家有任何问题，欢迎在影片下方留言。我是前盖一黄贝贝子谦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，拜拜。